这个是让行者念念之间在大学体上念念回光，念念熟悉的。眼前的一切六根六尘的作用不都是众生吗？但将来你在六根六尘的作用里面，你都知道那都是觉性所现。你站在觉性上看一切感觉，将来一切感觉它就能够回光照料觉性。你若是都在感觉之中说一些感觉，或者在感觉之中所要找到觉性，那绝无可能。但是就在那一点上，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离清楚上，要发心静静，要发大勇猛心，你才能够离得清楚。都是在那个感觉那一点上，当你能离清楚时，就是归家之时。所以怎么样离清楚，就在一切感觉终身象现前时，你都知道它就是觉性，你都要住在觉性上面去体会感觉，那叫做都知道它是佛性。